我们凤凰同志觉说好吃说好话说好酒，就是说民主很困难，我们也要全力以赴。善的一个很主要的内容，其实就是在行善好，结好缘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这些呢，都是带给我们开智慧。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们各位的付出，让他们生命有了方向。那我们与佛光同军的三好，来影响更多的同军，更多社会的人士，一起让世界更加的美好。老师说呢，我是超超超爱你们的。向前走，我认为这就是同志觉未来的前途。大师给佛光同军一个核心的价值，就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，跟同军的服务、跟日行一善准备是一样的。